没为什么，就好像穿山甲被公鸡会缩腿一跑，也好像母鸡会生蛋。上了大学，加入了舞社，当我当了干部后，决定排日算。老师建议的每一句话，犹如刻骨铭心。我一直记得那些谆谆教诲。不负众望，我回来了。然而今天，我会在台上发光发热，也就是现在。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终究还是变成鸡子党。